还想回到我身边吗？你看的话，你现在这个问题就跟你追我的时候是一样的。但我尝试过，也努力过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再为我改变一次呢？我还为你改变？我为你改变什么？我是不知道我还需要为你改变什么。我对你好的时候你不是也没在乎过吗？那我已经改变了，我按照你喜欢的方式去改变的，现在你又说我没变。那我就希望你过得幸福吧。就刚才他那两个问题，你还想跟我好吗？来，要为我再付出一次吗？为我做改变吗？姑娘，长点心，争点气，好吧？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-236-0-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啊！来吧，咱们看选择吧，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，请开门。这个姑娘再一次告诉我，敢爱敢恨，不外了要勇敢地说离开。其实勇敢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，对吧？